岁末大扫除，环保局清洁队员做到年节前最后一天。大安区慈济志工特地前往关怀，送上应景的礼品，还有满满的祝福。简单的一句问候，简单一句谢谢，那对我们来说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一整天心情都很好。慈济团是慈济团体嘛，然后来到我们这边，我们会觉得我们有被注意到了，对啊，我们会觉得很窝心啊。除了清洁队，警消同仁坚守岗位，让大家能够安心过好年。这份感恩和关怀一定要送到，也不忘邀约大家一起来祈福。我们每投一块钱、五块钱的时候，是一份祝福，祝福今天出勤务很顺利，祝福碰上的人都是好人。静思与抽签，人人好话一句，一年都受用。抽到的是听话要仔细，说话要小心。消除烦恼就是会，知不知道？消除烦恼就是会。而在双河区，慈济志工平常每个月都会定期来量血压，年节到来加倍关怀，也为好青衣再加分。勤务比较特殊，那会待在队上的时间比在家里还要久。那其实说真的，就是弟兄之间会有一些情谊在，那师兄师姐来也关心我们，我们也是点滴在心。谢谢，新年快乐。澎湖慈济志工送上的是温暖，一锅米粉，一锅热汤，心也跟着暖乎乎。大补汤，还有一些热的米粉、炒米粉，其实我们在寒冷的冬天，其实心里更温暖。澎湖开始也有一点风，感觉是有一点寒，寒冷，如果有一个热食给警察菩萨温暖他的心。用爱感恩辛苦的警消人员，新的一年也邀请他们多多照顾。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综合报道。春节期间不打烊的还有慈济医疗置业的同仁。